This is the Yonex All England Open Badminton Championships 2016 and the Women's Singles Final. Let's have a massive Birmingham welcome for the number 8 seed from Japan, Nozomi Okuhara!好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16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决赛的直播。接下来是第四个单项女单的决赛，由中国选手王世贤对阵日本球员奥原希望。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是请到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国家女单的教练张宁、张指来到演播室，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世锦赛的决赛。张指，您是女单的教练，这场比赛您最有发言权。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双方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其实他们两个的打法还是有点相像，因为王世贤属于拉吊型。奥原希望虽然他有出击，但是他整体还是充分的调动对手，然后找时机来去进攻的。其实最近的整个比赛中，王世贤刚刚输给他。但是我觉得整个这次王世贤的状态是不错的，所以希望今天不要带着前一个月的阴影来去打这场比赛。然后我想通过看录像，他更清楚上一次输的，然后今天更好的表现。对，您觉得这场比赛针对奥原希望的什么特点，就是拉吊啊，然后还有突击的那个拉开空间的那种，王世贤需要注意哪些？其实王世贤还是要多一点打奥原希望的两个底线，然后自己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在控球当中自己先输，因为奥原希望还是非常耐球，无论是他进攻上还是防守上，他都不是特别容易打死他，所以要足够的耐心。对，当然这个期间还是要有一定的突破，因为一定要有一定的速度，就不是说非要拼命的去攻他，但是充分调动开以后要有速度的去限制对方。奥原希望昨天在半决赛当中是苦战三局，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呢，连败两局战胜了马林，打得也很艰苦，但是到最后他的整体的这个战术的安排，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混双的他们那个战术安排一样，执行得很坚决，也很有效，很有针对性。对，昨天那场球奥原打了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马林还是很不高兴，其实这就是他的战术，一定要打到他不耐心，急躁，打到急躁，对，这样是让他没有尽情的发挥他自己的，就马林自己的优势，是，所以打的马林就是好像不耐心了，这样是最好的一个节奏，对，让对方自乱阵脚。对对。王世贤今年26岁，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也是苦战三局战胜了戴资颖，之前呢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队友李雪润，也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连扳两局。昨天王世贤整个的表现，最后的两局战术执行非常好，整个教练让他再多压制对方底线的战术当中，还是执行的非常对。双方的历史交手记录在屏幕下方打出来，王世贤在双方的三次交手当中是2胜1负，但是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今年年初是奥原希望获胜，也是双方都是打满了三局。除
除了在去年的法国公开赛事打了两局之外，其他都是打了三局，马来西亚也是打满了三局。您怎么评价像奥原希望包括日本的山口茜这种身高不是很高但是有耐力有速度的这种球员？首先一点就是从他的这个成绩上来看，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运动员，因为他作为刚才我也讲了单打运动员来说还是身高占些优势，可是日本选手这两个个不算太高条件不算特别好的球员能打成这样，就说明一是他对于这个跑动上付出的比较多，而且你看他在跑动过程当中不会很吃力，其实他还是在于他的步伐比较合理，对，其实是他在这种被别人压迫对手的防守的这种状态能力还是比较强，而且当别人就是压制他两个底线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控的能力也还是比较好，对，对，而且有的时候他被压制住底线之后，他会时不时会出一些比如说大对角的斜线啊，像这种球很高，他会在被对方压制住以后他回很高很高的高球，这样呢他有很好的机会回来防守啊。王世贤发球，双方的比赛开始，全英公开赛的女单决赛。稳稳，王世贤先得一分。王世贤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五，72338分。奥原希望的是排名第八。要注意他头顶的这个滑板踢跳，对，他昨天打马林的时候这招用的是相当好，对，效果非常好。这也叫动作的隐蔽性，隐蔽性是还一个，王世贤也会service over 2-1。王世贤在平时的训练中练得也比较扎实，对，他身体的伤病也不算是特别多，所以整个在训练当中他的能力还是训练的能力还是很强。您说的这个训练的能力是怎么解释？就是出勤率，就有很多有些人的因为伤病这些情况不能正常的训练，他都能够吃到教练安排的一切的正常练啊，有时候可能因为伤病三五天练不了，练那么一两天他可以一直保持很正常的训练。其实奥原希望你看他个儿不算很高，可是他除了拉掉他的进攻反击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4-3
哇，这球好悬啊！他的这个前上抢前压的这个意识很强啊。对，你看刚才我也讲他的整个的连续进攻这方面，虽然他个小，可是他还是喜欢攻，刚才就体现他连续进攻的这个优势啊。好球，机会。Service over. Four, five.一定得能够磨得住才行。对，对方太能磨了。所以对奥原这样的选手，不仅你要有一个好的能力，还要有一个好、非常耐心的一种心态。心态能熬得住。对对。所以像奥原这种个小的运动员，他还有一些灵性，就是属于这种下一拍的连贯和判断意识比较好。注意失误。王思贤还是要坚持一点，打对方底线，因为好多球都是在往前上被对方给限制控制。对，先多一点去压对方的底线。对，而且奥原希望这个小队员啊，他的这种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脑子是非常清楚的，他的球路的组织性很好。对，他不是说我打到哪儿算哪儿，我先跟你拼，我打到哪儿算哪儿，而是他为自己的下一拍做准备很充足。对，叫小对角，就像没有说让这个奥原打得很跑得很顺，就那种对急停打回头球这样的，可以多用一点。7-7，王世贤发球。
奥原希望的这种勾对角，他的这种勾对角和戴资颖的那种勾对角好像还不太一样。他打得比较直接，当然这个球有点幸运球。其实他的意识里，就像刚才的线，他整个的线路规划里，就是这个球不管你打成什么样，我就是要准备勾对角的。所以他这个技术，等于是都比较直接。像戴资颖是我看见你过来了，然后我临时变化，它是一个二次动作。对，它这个就是把自己的刚才你说的这种线路，它组合的就已经在我想象的这个范围之内了，然后我去勾了。就当你去一旦去接到了，我还有下一拍的一个准备。这样子的。又是这种非常快的枪网，对，所以王思贤在这个奥原一直压他底线的情况下，不要过多的去软下来，而是坚持一点去控制对方底线。对，像这种球，就是刚才您说的意思，是不是还是要给他顶一下？对对，也不要软下来，因为奥原他希望压完你以后他就往上跟，这是他的一个战术安排。对，所以你看王思贤显得软了，对，这就是。多一点再去反控。好球，好球啊！刚才在对方回了一个质量不高的半场球的情况之下，王世贤这个球并没有去全力的去发力打，去杀这球。节奏上的变化。刚才应该说王世贤的这个过渡处理，打得非常好。比较刁，没有说让对方直接上来，其实他已经人已经跟上来了，但是没有给他更好的机会去扑。对。11-9，还是奥原希望先领先到了11分。您怎么来评价在11分之前的双方的表现？王世贤一个就是在对方这个，我们先听听陈导怎么总结。或者说我再评论，再多起来，不要说。王世贤整个在这个护控，就我们叫护控底线的过程当中，是有时候过渡球太软。刚才我讲，多坚持一点去打他的底线，不让他上网。其次呢，王世贤在第一局相对来说多一点，对，所以要还是要在多拍当中能保住。就整体来说，还是打的战术上还是没什么太多问题，就是细节上。对，而且适当的可以稍微先攻一攻他，然后再充分的给他再做一些调动。相对来说，奥原的杀球比他要多很多。11-9，奥原希望发球。
12-9.场边有不少的中国观众啊，在给王世贤加油。刚才我看到在微博上呢，也有朋友留言问到了这个关于积分、奥运积分的这些问题。根据在这个月的这个最新公布的这个积分，这个奥运的积分和世界排名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区别的。从去年5月3号奥运积分赛开始，取得积分最高的实战积分的总和的排名，是这样。最终是奥运会参加奥运会资格的。对对对，这样的一个排名。这次全运之前呢，王昱涵是70488分，排在第二位。王世贤是70318分，排在第三。李雪芮是66737分，排在第七。3月6号结束的德国黄金赛上呢，因为李雪芮战胜王世贤获得冠军，拿了7000个积分，替换了此前的实战当中有效积分最低的4320分的一个积分，积分达到了69417，到了第四。和王世贤和王昱涵都是非常接近了。王世贤获得了亚军，得了5950分。无法替代在此之前积分最低的6050分的积分，所以呢，奥运积分，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全英因为是首要超级赛，所以说，冠军获得是11000分的积分。对于王世贤、王昱涵和李雪芮这三名选手来说呢，通过全英来获得奥运积分，肯定是一个最有效的途径。李雪芮现在的有效积分有4个是在5000分左右的。如果说，现在李雪芮全英打进4强，那么将会替掉一个低分奥运积分。虽然李雪芮没有获得冠军，但是李雪芮的奥运积分是涨起来了。其实王世贤如果也是拿到冠军的话，他也将会获得有5000多分。对对对。哎呦，这条线啊！打得很漂亮，但是很可惜，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出了边线。因为这三个人里边，实际上对王世贤来说呢，今年的全英的要求是最高的。因为王世贤在此之前呢，有2个有效积分是6050分，即便是他打进4强，他的涨幅也没有其他2位中国选手涨幅那么大，所以他只有获得冠军或者打进决赛，他的奥运积分才会大幅度的增长。对。漂亮漂亮，虽然有一点运气啊，但是又拿到一分，10比15。Service over. 这一拍收掉啊，确实很突然。还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动作的隐蔽性，对，很强。17,
这也是说，作为女单选手来说，这种，技术的细腻，打得比较近网，所以让一个是动作隐蔽性，一个是比较近网，所以让这个对面就是要王二贤在跑动上会比较吃力。正手拉对脚的那种状态，就感觉他不光是脚下有力，他的手上也非常有力。18-10。从他防守一出球，这种顶的这种强度，怎么感觉得出来？回的这个球呢，很能顶，很冲，很到位，就没有那么小个会对被王世贤就压着的吧，所以整场还是什么奥运在控制王世贤。19-10。机会要果断的去进攻，下压。所以有时候杀球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得分或者一定要去杀球，而是有些时候要给对方制造一点困难，对，和制造一点难度，给对方稍微有一点压力，然后你再转变过来。未必非要一盘杀死。对。奥原的奔跑能力非常强。虽然王世贤这一盘是想勾对角有一些变化，但是我给我的感觉是，是奥原希望逼迫着他在发生变化。对，因为王世贤的这个勾球也平时训练中也都会有，但是我觉得整个线路其实这个球应该还需要他去推后场。哦，有可能这球感觉到太近网了，对。这两个脚打的。21-11，奥原希望拿下了第一局，而且这一局他是真是打得非常开，尤其是两个底角让王世贤顶的是很不舒服。您怎么来评价第一局双方的表现？奥原希望第一局其实还是压制住对，也是在用这样的一个两底线压逼压这个王世贤，然后去抢网。那王世贤其实从前半局开始就有点比较一到底线就比较软的那种球，其实还是要坚持一点打底线，而且王世贤现在缺少一些进攻，觉得还是适当的打一些进攻，并压底线以后我是比较想找。但是从第一局整体上来看，奥原还是看起来非常能跑，跑动能力手上能力非常强，所以王世贤要对，你看陈导也讲了，当他不输，当压王世贤不输的时候，也要坚持打线底线反控。我不输，我反了出去，他也不输，要这样一个心态就好了，啊，不要觉得我想摆脱，其实他已经在前面逼着你。您二位真是说到一块儿去了，这还是不让他输出上来。刚才那几个球，因为他想摆脱的时候，正好是奥原想去逼压完以后想往上抢，是上往上抢，所以无论是抢再重新逼压你，
王世贤都会显得比较被动。而且奥原希望他本身他防守很强，王世贤几拍打不死之后呢，就感觉杀起来没有什么信心，还是要进攻。对，稍微适当的要加强一点，然后再去调动，因为，奥原的注意力可能就是在我压你底线，然后我往前跟逼压你，他就可能在比如说你突然杀球的这种或者劈杀的这种防守上，他就不会注意力太多了。对。所以你要把他的很多球注意力分散一点，然后再打回你的特点。Second game, level play. 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王世贤加油了。漂亮，顶出去。安掉。这球是王世贤在网前上还是发挥了一些优势？这个戳球的这个对，非常非常到位。现在您和陈导的这种分工是怎么分？因为现在奥运会嘛，所以这个陈导还是抓这几个主力还是比较多一点。3-0。第二局的开局不错啊，3-0。They must be continuous. Get ready to serve. 裁判就告诉他，不要拖延啊，准备好了就应该发球了。但是王世贤跟裁判说，对方一直在那跳呢，我怎么发？漂亮。所以刚才我说的王世贤这个勾对角是他的特点，也是好球。从这个球整个来看，他从杀完他再重新去压他这个底线，还是给奥原希望造成了一点被动。所以这就属于逼迫对手，你要加快逼迫对手来不及。发了个下午。1-4。这种球就非常可惜，你辛苦了好几拍，然后最后一个球送给
对方一分。对方的这些网前的搓球的技术还是挺高的，挺不错的，有几个球搓的也是挺贴网。很可惜，很可惜，这个球在擦网之后呢，改变了一点方向，出了边线。但是第二局呢，明显感觉出来王世贤是有意识的去顶对方的两个底角。对。球，接内漂亮漂亮。等于说他的这两个推球的速度都非常的快。增加了这种快推快挡啊。王世贤也有意识的在加强了进攻，是对是，需要的还是，不要急，然后只是，一个线路配合，对，不要着于见效果。什么情况？No. Shuttle's fine. Do not change the shuttle. 嗯? Players, this is not working. Okay, so score here, no score. Okay?哦，是他的积分牌，对，是这个电子计分器坏了，好像是，改成手写了，手动计分了，应该不会出现这样情况吧？对呀。百年全英啊，出了边线，
进攻能力真的是再顶在这头顶好吗？好球，对方的进攻能力很强。刚才的这几个王世贤的处理还是非常非常好，他就是不让对方上，就是不让对方上网前，重复挑他。漂亮，也有一个二次动作啊，限制了对方的起速。这几个球，王世贤在整体的速度上是加快了很多，也包括一些进攻球，也给对方分散一些精力，然后再重新打回他的四方球。而且压顶对方这个头顶很成功啊！对，这种就叫有速度的去压制对方的底线。对，快推快挡。对，第一局拉开的还是显得速度不够。没有给对方一种威胁。漂亮，11-4。你哪怕不动，重复一下，他也能分，对吧？啊，坚持打板，对不对？啊。这局王世贤对这个战术执行的还是很到位的，而且确实有效果，的确是有一些速度。对，关键还是要是有一些这种手上的速度。给了一个接腕，奥运希望提出了挑战。好像是接腕球，
哎呦，压线一点点。Correction in。这百年权威的裁判，老头老太太轻易不出错。你有时候球快，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差。6-11，这个球还是龙诗贤抢的比较低了。嗯，这个球即使戳过去也效果不是。好球。又发挥他这个头顶高飞脚。其实这个就是奥原的动作隐蔽性，他像杀球一样，然后突然他转变方向，用身体来做一些掩护。踢掉速度还真快。8-11，在第二局的前半局，奥原希望的这一味的去突击、去重压的那几下、那几板，其实王世贤防的还真是不错。嗯。啊，顶他的头顶呢，后场两个点也都不错。对方的这个滑板踢掉这一下，还是得。有意识的去注意一下。对方连续得分。这几个球王诗贤还是高球的速度压制的不够，还是有些慢，还像刚才前半局这样，要一直稍微快速一点，让对方有来不及的那种机会。来不及时间。对，要防着对方的头顶的滑板，这一下还是挺快的。Service over. 12-9。11分以后，奥原希望就没有再去下压去突击这板，基本上都是在吊啊、滑板啊。39-9，13-9。现在
10-13. Play. Challengers called out. Challenge unsuccessful. Service over 14-10. Nozomi Okahara has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Play.14。这段时间奥原希望是不是也有意识的去注意保护自己的这个头顶的这个位置了？其实王世贤刚才这个球推的效果还是好的，只是力度上有点重，其实他要有速度去推，如果这球在界内的话，应该算是奥原希望是比较被动。 12-14。哎呀！奥原希望这个脚下的弹性非常好，所以你看整个大对角非常的到位。就这个时候还是。双方谁能熬得住？对，不要轻易的失误，特别是在多拍以后。来，有的时候感觉这日本球员啊，他们的这个心理素质，我觉得格外的好。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专项的训练啊？嗯，很难见到他们说心里边很急躁，像马林那样摔拍子呀，出现这种情况。据我了解，他们的球员都特别喜欢他们每一堂训练课都觉得非常愉快，就是愿意练，所以他会愿意付出，愿意投入，所以他们不会有，就怎么说，特别大的那种压力、紧张的那种情绪，对，他们都本来就觉得。
可能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我喜欢这个过程，就并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平时付出的东西他希望能够在这儿尽情的去展现就好，可能是这样子。之前我跟谢中博谢导聊的时候呢，他也说到说现在这些年轻的球员啊，好像不如在您那会儿啊，像谢导那么投入，对对，训练这一块那么能吃苦。那您觉得像日本这些球员，为什么他们喜欢去训练的原因是什么呢？咱训练的内容都差不多吧？我相信他们也还是比较艰苦的，因为我感觉他们也，他们的训练，比如说跑步啊什么的也很多的，也很多，就相对我们的训练，应该不会很差。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热爱吧。所以我们现在的球员，年轻球员有时候还是比较被动，还是说觉得哎呀，都是教练去安排干的，主动性缺少一些主动性。所以他们，我感觉在球场上，比如说，更能自己去主控这个整个场上的局面，或自己去思考的会比较多。所以中国现在年轻运动员都是，教练要求我这样这样，等到场地，想去要求或者想让你去执行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像这种场地的执行战术执行力上还是就缺乏一些。没有这个主动性。对，所以我是说，现在我们教练说的也很多，可是就觉得可能都是被动的去灌输到他们的脑子里，没有太多的那种他们自己我要去做，而是更多的是你让我做。对，这就像是在训练当中的这种被动啊，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在比赛过程中的想法也是被动。对。这个球王世贤真是把奥原希望调动开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体现出奥原希望就两个人都在顶，其实都在顶，对，对方真的很能跑。对，其实这一阶段王世贤的速度没有慢下来，还是给对方一些压力的。对，裁判又判了 out， 这人每分必争啊。这是这球员奥原希望挑战了三次了吧？啊，有两次都成功了。50-80 play。他对于这种勾对角啊，自己还是非常自信的，很自信、啊。对。接内，这种快顶啊，让对方很不舒服。对，这种快速的出手是。19-15。16-19，奥原希望发球。漂亮，
再来，连续的推对方头顶，漂亮。好球，好球！一个还是王世贤在于防守这方面坚持顶对方的后场，还有就是他在这个进攻上还是要有多加强一点。接了，21-16，这样王世贤是扳回了一局。Second day one by one， 世贤 21-16。方便请张宁指导来点评一下双方的这一局。第二局，王世贤从一开始就还是占据了主动，主要还是速度上，比第一局要快了很多，而且在球路战术上还是。坚持对方的底线，当对方互相控制底线的情况下，他还没有过多的像第一局那么软的打网线，而是还是坚持打对方的底线比较多，而且速度很快，就是我不光是打，而且我是要有速度，就让对方是来不及像发挥这种隐蔽性的吊对角的这种球，而且让对方只有是抛给高球，让应付给我们球比较多一点，而且相对来说，在杀球的进攻上也比第一局增加了。王世贤第二局的比赛赢了啊！大家的留言呢都非常开心。有一位朋友说：“奇了怪了，昨天啊我一梳头王世贤就赢，今天把梳子一拿出来呢，王世贤就领先几分，我到现在都没把梳子放下。”这个奥原希望每次在比赛之前都要在场地上鞠躬念叨一番，念一下。对，也不知道他心里在说些什么，也算是一种心理暗示啊。要不就是给自己加油，加油，要不就是想一想我自己的战术该要怎么样去打。出界了，出界了。这两局相对两个选手的体能消耗应该都是比较大，所以第三局一个就是要看谁在这种耐心上能熬得住，多拍当中谁少失误。
让他先来挑战。对，采访员的一个节目。英国观众啊，看网球看的比较多啊，所以一旦有鹰眼回放的时候呢，大家都有节奏的去鼓掌，鼓掌，鼓掌，啊。打羽毛球一有鹰眼回放也是这样，都很期待这个结果。对对，因为观众没有直接的看到当时落地的那一下。是。战术还是对的啊，对，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希望再次挑战。很明显的压线。对。趁这个时间喝点水休息一下。2-2, Nozomi Akahara has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Play.其实刚才这两个球的挑战都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按正常应该，比如说当你判断不决或者是认为在对方的场地是这样的，去挑战会比较合适一点。对，包括王世贤前面那个挑战球。3-2。奥运希望的这个杀球杀得非常长，都已经杀到这个双打发球线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对于单打运动来说效果非常好，因为防守的人击球点也没有抢到最前面，而是在后面，即使挡过来也都是只能是挡网，包括挡对角都来不及拐了，所以有的时候杀这种叫长杀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张静指导说的这些呢，大家也平时可以体验一下，不一定非得把这个球杀得很尖很深。对。
好球！这还是王世贤整个在快推的对方底线的时候运用的好，给自己创造了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这两个底线推得很到位。对。Thank you. 亮回来，机会来了，哇！哎呦，要顶住，先别着急。对，好球，这次是杀了一个中路。哦，对方也太能顶了，这真是球不到落地的那一刻都不能放弃。其实这就是奥原的特点。特点。这一局，王世贤除了去依然贯彻第二局比赛的那个顶对方两个底角的这个战术，这往前的这两个点结合的也非常好。对，他其实跟他打一定要有这种推球的快速的这个，给对方没有更多的这种跑动机会，让他会来不及的感觉。对，因为他毕竟个短，所以你要一快，经常这个范围一大，他就会来得及。Six, four.奥原在体能上相对现在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系鞋带弄鞋，这也是他聪明的一个举动，让自己体能上有一些缓解。对，但是这个时候王世贤需要。Yozomi, come here. You must not waste time. Play. 裁判也是聪明，也知道他是在拖延时间。Play.好球，因为王世贤一直在快速的逼压他，他没有时间，更好的时间去这种杀球啊，控制球，等于说王世贤都在控制他。
5-8. Thank you. Thank you. One play, please. Play.可惜这个球。对。打对方的底线，对。这个球奥原是用了一个小的假动作，突然变化发力。10-7. Play. Ah, 漂亮。对，所以这就是技术含量非常高。他很难受，现在你就 OK 了，不着急，是吧？弧度，他想冲就不让上，剑子战术，对不对？啊，现在不要抢，现在效果强，不要给他失误，就逼他自己失误，自己失误，有机会的。打个半场的打中锋，一拍都可以，做一边用啊！不要做，不要做那种沙盘动作。20 seconds.
20 seconds.对，第一局的那个感觉。Seven. Play. 刚才唐导讲的是打反击的时候不要腰去那么边了，嗯，可以适当多打一些中路啊，对，因为他的这刚才这个球的点还是有点偏，没有抢到他最舒服的那个点。高原的这个被动处理球还是非常好的。这个正手过渡还是软了一下，如果他还能坚持打到底线的话，效果会不一样。One, get ready. Get ready.对，王贤还是要坚持顶底线。刚才都说了，王二贤还是这个，对，当对方打底线的时候，他还是你看拦掉的太多了，对方等于说还是冲上了网前，还坚持顶过去，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自己的这种意识上来要再坚持一点。对，嗯，我看他的表情上应该还行。所以我想还是自己的意识上吧，对这个球的执行上，你看这几个球要坚持打回来，哎，看球，这个球压的王世贤也是很被动，但他的这个吊球处理上还是非常近网。对，
14-11. Wang Shixian, warning for misconduct. Play.刚才有朋友也说到了，说我的这个麦没声音了啊，说确实啊，刚才我就换了一下电池。感谢各位朋友的提醒。16-13，王世贤发球顶住。这个球，奥运希望的接杀球挡的对角，不是挡，而是抽，抽的性质。这样子呢，可能，让这种对方本来要上网，突然又转变一下，这样的效果也会比较很突然。对。接内，好球！好球！
其实现在奥运也有点体现体能不够的状态。这就说明王世贤的战术就很成功啊。对，因为这个球奥运的状态还是想往前往前跟往前冲。这朋友很会开玩笑，他说王世贤要坚持住啊，说你的这个麦克风没电了你也要坚持住。好好好，我们一起给王世贤加油啊。是搓了个滚网，看到好多朋友都在一直看这场比赛啊，也都在留言说看得自己手心发汗，大半夜的。16-17，奥运希望发球。哎呀，又一个失误。这就是王世贤在这个阶段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球要求的太偏了。对，遇到这种比分焦灼的情况，还是不要要求的太高，不要打一些线路，或者坚持他前面一些战术。刚才陈金指导也说了，是中路嘛，下头有中路啊，不要杀这个边边角角。大家体能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之下，控制力肯定也会下降。又怎么了？直接。对，直接就给了对方一分，给红牌就意味着直接给了对方一分。哇，这裁判还能不能好好的玩耍了？别受影响啊，别受影响啊。对，王世贤这个时候还需要加快自己的速度。奥运希望现在感觉已经有点缓过来了，有点缓过来了。对，因为他这个比分让自己的信心各方面也缓过来了。先加油。
到位，好球，漂亮。在这种逆境之下啊，又是裁判罚分的情况之下，如果还能赢球，哇，这是一种能力和胆识的综合体现啊。打到这份上，没有别的，就要死顶，死顶。王世谦在向裁判说：“这个球有没有过网击球啊？” 20 match points 19。顶住，王世谦！要顶住啊！奥运希望拿到了冠军点。哎呀，说球下网了，非常可惜的最后一场，最后一个球。在最后的这一分，我想大家一定是跟我们一样都屏气凝神啊，都好像都不敢呼吸一样在静静的看着，但是没有想到最后的这个球回搓下网，连续网拿到了最后一分，拿下了冠军点，登顶全英了。您怎么来评价两位选手这场比赛？其实这场球还是蛮精彩的。王诗贤开局的战术上还是打得不太对，因为一个是开局的速度比较慢。那对手整个还是一直压制对方，压制王诗贤，当王诗贤的底线还是处于比较软的状态，而且给对方一直就是跟着对方的节奏，从压底线到逼压底线，然后对方在进攻，就整个的状态还是对方的跟着对方的节奏在打。那从第二局开始，王诗贤还是发挥了这个教练执行的战术，还是跟对方对抗底线，因为对方的缺陷还是说想往前上，那王世贤还是坚持不让他的战术得逞。第三局王世贤其实战术执行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在十几分的这个领先的这个状态中，还是出现了就是战术不够坚持不够坚决，所以让对方的比分慢慢追上来了。其实我看这场球一路都还是挺平静的，当裁判给这个王诗贤一个红牌的时候，我的心跳开始一直在加速，包括现在还在加速，就觉得最后还是输的有点可惜。对。